13名的表扬连大件，这车运费能给多少钱？大姚，我是马铁，今天坐标江苏南京农业大学。昨天走宣城宁波，拉车石膏板卸南京瀑布了。早上天一亮，咱就睡不着了，生松尿准备卸车。咱上不起大学，那咱就建大学，这都是我的功劳。现在是上午的7点钟，八点半才上班嘞，泡杯茶，润润喉。哎呀，早上喝口温水就是好。这个车是在我后边来的，话都没说，他开前面去了。那个地方二税我都没往前开嘞，他光挪车得挪了3、4遍了。我也等着装货，我说宝贝儿，等会我就不让了。还好咱这监理知道谁先来的，先把我的货验了，咱进城了。这就是农业大学的教学楼啊，能在这里边上学的，那都是未来的希望。所以说，用的东西质量必须得过关。货场管理员研究一下卸哪里。刚才接货领导说了，咱这货要绕着大学一圈，绕一圈卸。我的天爷嘞！再向往大学的生活，这一圈绕下来，那不得卸到中午？这老师一下插俩，还叼不起来，关键。这个插车手还在干着其他活，因为刚才工地上找的插车，人家嫌贵，现在又换了一个。不看了，不是咱大半挂配货订货，人家插车也订货。嘿嘿嘿，这不又换了一个，铲子再落一点，放平。再说这个叉车师傅的技术有限啊，这样就慢很了。现在已经到中午11点了，我这车货还剩一半没卸嘞。那个车又挪里边去卸去了，我这车又不知道啥时候能卸了。这就是来的早不如来的巧，让人家先卸完了，咱还是搞到最后。赶集没有办法。咱说历尽了才发现这大楼的压迫感啊。好的好的，稍等啊，我把转运费给你啊。这边物流老板真讲究，柴没卸完嘞就要给转运费。得有2、3年没遇见这样的货主了，漂亮。货也卸完了，咱就不在这边停了，咱去出租庄到6万的工资岗，如果快的话今天走高速还能卸嘞，抓紧时间离。离咱装货位置大概35公里，中间走段高速，关键下边有点进去，咱也不知道咋走嘞。早上卸车的时候，货主已经给我打了几个电话了，催着让我赶紧去。说实在的，我比他还急嘞，就这样跟着导航也没见收费站，咱就上了高速。老君山隧道，兄弟们，这隧道是两个连一块的，给我的感觉这趟过了费价格不菲啊。真是没想到南京跟滁州中间还给了一座山。42块钱不多，吓我一跳跳。这样算的话，那两个隧道是没有收费的，两碗豪华面条可以接受。滁州咱就到了。不是倒霉脸哦，我以为一切都很顺利，来到这边人家棒又坏了。这是拿老师上棒嘞，反而掉下边去了。再说老表又没少消费，这一下等到下午4点半咱就进来了。13米的表扬连大件，这车运费能给多少钱？目测重量也就是个50-60吨，价钱合适，我真能给他拉走。兄弟们，容我吹个牛，这两天心情太压抑了。今天咱拉的正儿八经的是工资岗。工人吃了饭，咱就开始装车了。昨天订货的时候说的要用电摩，我以为是加工好的嘞。开始装货了才发现是成捆的，那叫一个漂亮。现在咱的车已经装好了，在上面看的有点不对劲啊，等会儿咱用钢丝绳绑一下子。来吧兄弟们，我又要干活了。4道钢丝绳，漂亮。我这都是跟小米手指头差不多粗嘞，出马安徽六安，全程大概230多公里。这车货如果是上午装好的话，我全程高速过去，今天还能卸嘞。关键现在已经到了晚上的7点钟，就没有必要再浪费那个钱了，咱直接走低速过去。走滁州这边上飞董，咱还没走过来，跟着导航。虽然说路窄一点，但是车不多，这不咱就进入了飞董境内。一个人晃晃一天了，也不知道在忙的啥，饿了。又停下来了，一天一顿饭必须得整顿好嘞。咸肉怎么炒？半条炒香肠。行，我来一个。你正常炒是多少钱一份呢？80。我炒个25的。等会儿你再给我下碗素面条。货车专用饭店这是。这鲜肉一炒就透明了，哎妈！透明的鲜肉就是好鲜肉。个人对腊肉还是比较喜欢的，老板一使劲给下了2碗。哎，又开包了，今日消费30元，嘿嘿，走，继续出发。就现在来说，还有100多公里的路程，咱都飞董上高速到长江西路下来，下边红绿灯太多了，兄弟们千万不要再买大半挂了。
这一次我告别故乡，踏上我的流浪，不知喝酒为难理想，将期待在前方。妈妈的话终成梦想，我不会再度彷徨。如今我背负了信仰，渐渐远离了家乡。童年的梦境，可笑的就像是乌云。125院。本来是要到长江西路下来的，也就是到飞起，咱就走下边走了。关键我自我太陶醉了，一气揣到机场高速才下来，跑远了不说了，而且还多拿了过路费，那叫一个心疼啊！就这样下了高速，咱又走了一段小路，直奔237省道。这个时间段了，路上车也是很少的，这不，咱就来到了卸货位置。今天这边总共发了5辆车，我是最后一辆，也到位了。凌晨2点半，咱已经来到了咱的目的地六安。刚才走到小路过的时候，咱就已经困了，要不然对象那3级大钻戒支撑着我，早在路上趴我了。明天在这边卸货，咱放空到平桥公园装一车到亳州的港板庄，卸掉港板庄，咱就可以回家了。这圈绕的也是非常顺利。哎，今天视频先就到这吧，明儿见。睡觉睡觉，拜拜。记得关注点赞支持我。